那么我们要问：一心不乱，专持名号，行吗？能灭罪吗？古大德曾经说：“这一句佛号。” 念佛一生呢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我想这很多我们佛这个净土宗的佛弟子都听说过，这祖师说的，这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！但是我们想想，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我们看这一句经文，嗯，有一。 这里头有门道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念佛一生怎么念呢？一心不乱，专持名号，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那我们今天念念念佛，这心妄念很多，夹杂着妄念呢，我们那个功力呢就被破坏了。 如果念佛的时候诚心诚意的念，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力量真是像他这样所说的，助罪消灭啊！为什么？佛在经上常说，说了一个原理，一个原则：一切法从心想生。 我们造作这个罪业是不善念头生的。我们今天念一句佛号是善念，而且这一句佛号是圆满性德的流露，那什么罪灭不掉呢？啊，在我们以前不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念这句佛号。 力量就很薄弱，啊？为什么？我们对他答了很多疑问，怀疑他，啊？这个怀疑也把你念佛的功德破坏了，啊？所以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，都是六根，精念相即，这就有道理了 那个一一声佛号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都摄六根，我们眼见色，而闻声，第六意识在六根呢往外头跑啊，都是那个拉回来。 啊，怎么拉呢？眼见色不动心，不起心不动念；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。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叫都是六根。这个人还得了吗？这人是圣人了，他不是凡人了。凡人怎么能控制得住啊？心就是往外跑。 啊，所以，我们今天用什么心？散乱心念佛了。啊，我们要能一心念佛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念佛是一样的，用心不一样啊，所以它效果不相同啊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我们学教学这么多年了，对对这个了解了，不再怀疑了。 啊，这个一心念佛功德真不得了啊！所以说，一念相应一念佛了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相应啊，与谁相应啊？与自信相应啊，与信德相应。与信,信德相应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啊。怎么个相应法呢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。 同运同行，那、啊、能做到这四个同啊？你跟阿弥陀佛是一体，你就什么样的罪不灭？